你哋好吗？好挂住可以企嘅麦花臣啊！俾我哋睇下，俾我哋见到你哋跳好唔好？同俾你哋第一只歌《Down Here Man》。先未唱歌之前嗰個打招呼好似唔計，因為我哋好想用我哋嘅音樂同你哋打招呼。你哋好嗎？咁咧，我哋今日好開心啦，就可以玩呢個 show 啦。咁其實我哋今日揀嘅歌都係嚟緊我哋會出嘅碟入邊嘅歌嚟嘅。
Yeah！ 虽然拖了很久，但是会发生的。会的了，会的了，听到你，听到。收到了，等一下，下一首歌好像不用弹拜这支吉他。好，这样就近一点了，可以。你们好吗？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了。那我们的 show 其实经常都会玩回我们上一支 EP 叫做 The Hurt， 有没有人是买了的？喂，犀利啦！你哋而家斷曬，可以開始炒啦。咁就係啦。咁我哋通常都會玩嗰隻 EP 嘅歌啦。但係今日，我就睇翻，原來全部都係比較，即係有啲都唔係好新啦。咁但係嚟緊嘅碟會收錄嘅歌嚟嘅。咁下一首歌咧，就係講緊，即係我哋有時候去做訪問啦。咁啲人會問我哋，你覺得係咩音樂類型？咁我哋有時候其實都唔知點樣答嘅，但係其實聽一首歌應該聽啲咩，咩先係重要？呢首歌送俾你哋 ，So Deep。想吸收哲理，就去睇《朱子百家說》，幾百篇。想增長智慧，就去跟長輩學者爭論一遍。收高估觀平送到金，其實我有槍有銀，只想發下癲。中西變遷科普發展，明白曬，但這也秒只想怒步輕。差到爆，话我知标准几多个，一个魔。首歌好到爆，全数人分次原谅我，死过。首歌夜郁痛心，反串字句当然最有 feel。无苦集灭套，好罗世事，惊骇比琵琶，写穿众生夜，
字系噶嘛，企位嘛，应该咁样玩噶嘛。好似系啊，希望一间唔好俾人完咗之后，喂，阿香文好似唔可以咁。咁咧，啱啱嗰首歌叫做《So Deep》，就系Oscar 填词嘅一首歌啦。咁讲翻，即系其实都好适合去回顾一啲我哋旧年做咗嘅嘢。跟住呢首歌揾到 Oscar 去填，其实好开心啦。咁然之后下一首歌其实如果唔系有 Ear Up Plus 嘅话咧，可能我哋会唔够胆去揾呢个人去填。佢个名叫做叉姐。咁下一首歌其實就係頭先都不停播啦，雖然有啲膠啊，我哋嗰條片，咁但係其實好用心製作嘅首歌。咁呢首歌係咯，就係因為有呢次嘅機會，我哋揾到匈牙利嘅一隊弦樂團啦，希望你哋一間會感受到，雖然冇錢飛佢哋過嚟，但係因為成40个人嘅。咁但係好開心，我哋可以做到一首咁樣嘅作品。然之後係送俾我哋呢個一路都變化緊，可能慢慢變得有啲陌生嘅城市，送俾你哋《末世情書》。山岭照斜阳，天色这样暖，旅程寻探偏远旧市镇，相机照光与暗，不做记低脚印，我来你在，牵手再走过去，曾经的路途盛放百种花，首歌给你听见，我们来看街角那门上即将永别了，我仍迷信这里是永远，怎么变得了心，怎么已失去了，面前你在欢喜，却不知不求。曾经的路途盛放百种花，曾经的殊途犹豫去协退下，碎片有人忘记了，你能忘记
曾经的事情，有些歌一再细听。曾经的事情，放心中可更算永。我哋今年好開心，舊年啊應該可以陪大家倒數。咁我哋喺分別有兩個活動啦，即係都算係，即係三十號算唔算倒數咧？即係倒數 show 咯，但係唔好真係倒數。係啦，咁就喺嗰兩場 show， 我哋第一次玩咗我哋嚟緊會出嘅一首歌。咁呢首歌係會喺月底出啦，應該。咁今次希望係同 MV 同時間出現啦。咁呢首就是 Era Plus 我哋第二首因為呢個 program 所以可以做到嘅，可以令到佢實現嘅一首歌。咁呢首歌我哋請咗一個我哋好欣賞嘅監製，佢叫做蘇道哲，咁就去監呢首歌。咁呢首歌咧其實係講即係新年流流啦，大家都好中意去睇一啲通勝啊，或者去問下米啦，問下唔同嘅嘢，唔係。咩啊？聽唔到，唔關事噶，唔係新年問噶，即係擺明冇問過。咁但係係啦，咁係啦，咁就會想知道啊，嚟緊呢一年或者其實我都會噶，我都會有個 app 咧，跟住我睇啊今年嗰個星座係點。咁但係呢首歌咧，其實係阿謙填詞嘅，咁就係鬧緊我。係，終於找回去填詞了。就這首歌其實就是想跟大家說，無論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很想知道未來，但是如果有一刻被你真的知道了，那你又怎樣呢？就是如果你下一秒知道你身邊有哪個人會離開，又或者知道自己可能沒有，就是剩下很少時間，那是不是又對你的人生有好處呢？咁就係一首帶出呢個問題嘅歌。咁呢首歌咧嘅原型其實係有一套戲叫做《沙丘》，咁就 Dune 啦。咁入邊其實有個神之子，咁我一間就會飾演呢個神之子。咁你哋咧，你哋都有嘢做過，咁你哋就要做呢個神之子嘅信徒，因為係啦。咁所以一間要借你哋嘅雙手舉高，然之後幫我入戲，就係咁多。送俾你哋，明知道。你哋隻手呢？身心裂裝結拜身親，一生去向对错之分，迷茫人向天挂问，千生百世结缘值得，君星计算探究未根，求高神算天转运，愿你路正。世界最美规则，
再不过问，真心只是越值得，三餐吃喝我照分，忘了人有他爱恨。飲啖水冷靜下先，如果唔會好惡咁樣同你哋講。收到你，揾翻塊皮先，等陣啊，喺度，係有少少不雅，睇唔到睇唔到，直播斷咗直播先。好，啱啱嗰首歌叫做《明知道》，咁其實就係、是。嚟緊呢個 MV 我希望好睇啦，即係因為我哋平時都好少可以咁大個製作，係咯，再一次都未多謝過，但係多謝定呢首歌同埋《末世情書》幫過我哋嘅人先 ，thank you。咁我就知道即係呢個 Era Plus 啦，其實我哋係要搞兩個 event 㗎嘛。咁我哋第一個咧就係、是《末世情書》嘅一個畫展啦。有冇人有去啊？好靚啊！邊畫？貓個幅，其他好靚，除咗貓個幅。咁就係啦。咁我哋會搞第二個 event， 即係我哋稍後，即係唔係今晚，但係之後會公布。咁其實就係會。跟大家講一下，不如直接講會做啲咩啦，人少少，都唔少噶啦，其實就係我哋會搞我哋嘅新碟嘅一個 acoustic 嘅發布會啦。咁就應該如無意外啊，就會玩曬入邊嘅歌俾大家聽噶啦。咁如果中意即係 so far 聽咗我哋嘅表演，中意我哋嘅音樂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哋 IG 啦，咁就可以知道緊貼啲呢個我哋嘅消息。咁然之後係啦，講完開心嘢啦，咁下一首歌就係、是都係三個字嘅歌嚟，咁就即係其實有時候都係仲會好無助，都仲係會嬲有時候見到一些新聞當然會很不開心，但是希望繼續藉著以下下來這首歌也好，我們寫過的其他關於這件事的歌也好，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，送給大家《千世雪》。
Thank you.